网络综艺频道 OOTB 在近日公开了智孝新节目的预告影片，没想到影片开头的部分直接就在网上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안녕하세요지효입니다네여러분께드리고싶은말이있어카메라앞에서게되었습니다사실그동안신고하고싶었지만그러지못했습니다연예인이라서아이돌이라서트와이스리더라서그동안정말많은걸참았습니다근데저도사람인지라이젠한계가온것같아요그래서신고하려고합니다신고할겁니다게스트하우스로전입신고智孝在影片中的发型、服装以及说话的语气，都让粉丝们联想到子瑜多年前的道歉影片。因涉及到敏感的部分，就有粉丝感到相当不满。大家好，我是周子瑜。안녕하세요지효입니다我有话想对大家说。네여러분께드리고싶은말이있어카메라앞에서게되었습니다